照哎、欸。有看准照，不能再看照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这里，这里可以输吗？还是现在可以直接的？这是下次，下次，对，下次。结果哎，那我们平常真的吃不大。之前拍 S H 的还是 YouTube 就被他们封为说史上穿最多的女生，那种都还好吧，努力了。在拍的时候，其实我最怕就是可能点没保护好，就是点怕不小心跑出来，就是请经纪人啊，还有什么，就是其他冒出不想，因为毕竟跳舞有时候动作难免嘛。在拍的时候应该没有到太害羞啦，就是融入那个舞蹈之中。进步是对，进步不错啊，宝宝。在拍摄广告是一开始没，但我今天什么的保护物都上了，就里面贴了那个保护点的 New Bra， 然后还贴了全部都是双面胶，完全保护的那种，应该今天没有任何的反应。现在还贴着吗？贴着贴着，应该还没有。一层一层的话，那其实在跳舞的时候，那时候还会去有看一些回放，就发现做某个动作的时候，它一定会翘起来一下。但其实上映地方，那就很怕大家误会，可能是某些动作的某些部位。等一下想办法用湿纸巾来洗。没有，这个是没有。所以其实没有，哦，都没有。那时候就是没想那么多。没有亲哎，现场超多男生，男生每个。感觉大家都笑容很灿烂，感觉啦，对，大家精神都蛮好。拍摄是一整套的吗？下班族呢？有一整套的，也有穿裙子，可是后来好像画面呈现的都是穿裙子。那你有特别要拍这个下班族？这个真的是问到一个重点，还真的有，因为很怕那个三角地带会有一些尴尬的地方，就特别去处理了一下。而且我还很特别的请教了一些不是女性的朋友，这些他们比较了解这方面，我还问他们说你们都去哪里出啊？还是他们说哦，来我跟你讲，什么哪家哪家很厉害，什么三角就是爱心的水滴。我说他们太详细了，太详细了，哪一款？我后来觉得太麻烦，没办法选择，选择有点选择障碍，就说好啊，那我们一起搞，一起去。好详细哦 ，Oh my god！就是想说一次性的，现在用的都有，超他把它弄掉，看到没关系，抖抖一抖可以了，没有很远。但是对方是女生嘛，所以还好，他就有安抚我，但我就真的太紧张，然后我太紧张，紧张，我说我看你被盖住我的脸，我觉得很害羞。微微的，很像橡皮筋，弹你加打火机来烧。打火机烧。对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？大家有试过吗？有人试过那个橡皮筋吗？橡皮筋。就是橡皮筋。橡皮筋大概有180公斤，弹在身体上。没有，就觉得它感觉有打火机在烧我的身体。一方面是既开心又担心又犹豫，就觉得到底要不要接。而且我自己真的蛮害怕的，一方面可能也是怕爸妈给我吓到。但后来其实有一件事情蛮好的，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当时有先跟我爸妈告知说，哎，我接下来可能
大怎么会有人教你开内？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什么爸爸，怎么那么教女儿？没有没有东西教的话，没有，他是真实的给我骗人来。Thank you.
然后他就突然出现在那个政府外面，然后就吓到了，说这男生怎么这么有型，就觉得蛮特别。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之后，才比较有真的在联络和联系这样。我也觉得有点过分，对，就是对，而且身体还意识不太清楚。应该是大家有型，没有好感，像现在女儿听到这样，就跟踪我。没有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比较会平常心看待跟人相处，就是怎么讲？因为可能之前跟经纪人一起工作，他常常就会说，哎、欸，哪个男生哪个男生在看你，你小心。然后他是完全没有，根本连看都没看，都也没，然后也连讲话都没有，都没有，所以也没怎样啊，一开始就完全没有，他也没有帮我说要把关还是怎样。问一下他有什么心愿的话，有一点，其实我是一个蛮看另外一半有没有才华的，就是后来其实原本也不知道哦，他原来会打鼓，然后他有一次也是看到他们去小巨蛋那次表演，我想哦，还蛮厉害的，原来这么厉害会打鼓，对，我不知道，好失礼哦。热恋期嘛，感觉传统剧，我觉得应该可能就是现在年纪，像是小莫的时候，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，可能太容易心动，就不小心全部付出给这个爱情，就是会比较理性一点，但就是会觉得有顺其自然啊。有出去玩，就跟他一起出去玩，一开始还没在一起，就都是跟他一起一些朋友一起去看电影，一开始没有，现在比如都去吃，就是这种就是这样子约会，偶尔也会去看个电影还是什么的，也会去看电影，因为我们喜欢看电影。刚好最近可能彼此都各忙各的，然后他们好像就是现在每天就都在准备那个小巨蛋演唱会，所以也几乎没什么时间可以休息。然后好像后来前阵他们也是从巡演跑来跑去，都不在台湾。那如果时间可以工作没有卡到，就可以去的。因为上次有去，就觉得蛮喜欢他们表演，反正表演蛮精彩的。那你也是很精彩。能接受男朋友干嘛？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毕竟我自己其实也蛮不稳定的。就以前大家也知道，我前面有交过很多男朋友，就是因为后来进这一行，那个时间太忙，完全没有办法联系上，再加上工作环境也不一样，所以就彼此很忙，常常写一些互动回复，他会觉得为什么你可以整天都不回信息，就是会跟我们无聊性吵架。可是就是他没有办法有这一行的工作是在。但我现在就觉得，如果是同一个行业，就会比较没有这方面的。对，就其他应该是，就天生满足。我妈还说要不要去动，我妈很担心。没关系，先不用。对呀，你也太急了吧。因为我妈从以前就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恰妹，就是你这种女生是哪个男生敢娶？然后我不会啊，有条件的，放心，给他达成。其实大家就是常对我外表跟内在会有一些误会的，因为我私底下其实蛮男生的，就是像大家看到的女孩，通常很不认识的人第一眼就说：“我觉得你好有气质哦，好漂亮。”然后认识久就说：“你这是什么？”在家是超错，就是比较没有在管我的形象，就可能就会穿个拖鞋出门啊，然后很邋里邋遢。然后妹妹跟妈妈常常会讲：“到底哪个女生艺人会像你穿这样出门？”不错嘛，还好吧，累。